主料：茄子干5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酱油、葱、姜、蒜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晒好的茄子干500克，烧水，水开后放入茄子干煮15分钟左右，葱姜蒜备用。抽好的茄子干控水，转干后截断大约2到3厘米。锅内加油，葱姜蒜入锅炒香，加入茄子干翻炒，加入老抽，加盐翻炒出锅即可。烹饪技巧：此菜为小咸菜，是个人口味，加减盐。如果家里做粥，在炒好的咸菜中放入几勺米汤更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